你这个人呢？大哥哥啊！干嘛？爹爹又哥！我说你干嘛呀？哈？干嘛？我不是让你了吗？干嘛？我干嘛？你怎么还要打人呢？呀，没看到逼停我这个车了吗？逼停你啊？你没打喇叭哈？我看到了，我听到声音，我都让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我就怎么样？哎呦！你不要一而再，再而三动手，我告诉你啊，哈，我的永远都是有限的，你再动手，我可是要还手了。行，不跟你一般见识，老实走先。走可以啊，把我东西捡起来。你说什么东西？老是人家捡你的东西是不是啊？你耽误老师时间。什么叫我耽误你时间啊？哈？你逼停我了。你明明可以过的，你不过，你把我东西扔了，还要打我。你没看到熄火了吗？你熄火是帮我什么事啊？你熄火你逼停我了，知不知道？什么叫逼停你啊？还叫是不是？还叫是不是？哎呦！我说过，你再动手，我可是要还手的。行啊，今天你敢动老子？还老子，你还配做人吗？哈，还坑老子？老子不配做人是吧？老子打死你今天！哎呀！哎呦！行啊。 有两下子啊！哎，真以为我们是农村人就好欺负啊？老师就不怕你今天，就教教你怎么做人。你个乡下婆，臭村姑！这句话我奉还给你啊，是我好好教教你怎么做人吧。你看到车来，你要礼让，让我们这些车这么这个车不长眼睛，懂不懂？不长眼睛，我看你连眼也没有长眼睛。行，你敢动我，打死你！哎呦！ 打死我啊！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啊？你这怎么又要这种？哎呀，乡下人泼妇啊！让你不代表我是好欺负的，我告诉你。你还让我？哎呀，我真的是，我真的是，哎哀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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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行了，我跟你说一般人一般见识了，先走了。走什么走啊？你还想干嘛？想干嘛？把我东西捡起来，跟我道个歉。你可以走，不然的话，你休想走。哎呀，我说你这个臭三八，我打都被你打一顿了，老子还向你道歉，现在是谁打谁呀？啊？过来，谁打谁？干嘛？告诉你啊，是你先动的手，我这叫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我现在是替你老爸老妈来教教你怎么做人。既然你不懂得做人是吗？啊？哎呀，一点都不懂得尊重人呐！啊？哎呀，行了，放手。知道你们乡下人想干的，就要干点什么事。哎呀，没事。道歉。是道歉。来，拿去吧，乡下婆，滚！你不是想讹点钱吗？给你就是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个钱我不会要你的，拿回去。你以为我缺了你那一点钱了哈？一千多块钱自己给我道歉。一千多块钱自己捡下就行了，一个大男人。哎呀，你这个，你不拿来是不是？过来，道歉，把我东西捡起来。给了钱给你，还要不要啊？要不要我用啊？给了钱给你，一千多块你就，那人要面子了。哎呀，你有什么面子啊？啊，从你打我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已经没有面子了。我告诉你。这样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万物有一些遇到好相见呢、啊，你不要做事做得那么绝，哎，还要一个大男人向你一个乡下人啊道歉，哎呀，大男人呐、啊、哈、啊，大男人你这拳头是挥向我们小女人的哈、啊哎，俗话都说了，男人的拳头是打天下的，不是打我们女人的，你下来你就打人，你算什么男人呢、啊？啊，还说大男人，人家都是有人品、有素质、讲道理的。你呢？你有什么？哎呀，行了，美女，刚才我冲动了，行了吧？行。
行吗？既然你知道错了啊，认认真真道歉了。俗话说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今天我就放你一马，把我东西给我捡起来。那个钱你自己捡吗？那个桶那么臭，你是给那个钱给你去捡行不行？我要你的钱了吗？我说要你的钱了吗？啊，捡还是不捡？捡就滚！嗯。你这有像那泼物可以啊？你说什么啦？没有，是不是没教训靠啊？行，可以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以后凡是走这种乡村道路，开车给我慢一点，礼让行人。你不打喇叭，你就算了啊！我让你了，你还这么嚣张，这么狂妄来欺负我，你真当我是啊吃素的？以前从来没遇到像这种人的，行了，任由你欺负啊！以后啊，凡事讲讲良心，讲讲道理，懂不懂？行了，俗话都说，人善人欺天不欺，人恶人怕天不怕，善恶到头终有报。你看曾经有过哪一个恶人呢？啊？行了，那听你讲耶稣，那说出来，把钱给我捡起来，捡起来。少个人的教训你了，真是的！拿过来。以后啊，凡事讲道理啊，不要这么嚣张，不要这么狂妄，别想着欺负人。行了，谁听你讲耶稣啊？真是，不是你要两下子烧死，打死你啊！你还嚣张是吧？啊！哎呀，真是今天出门不换王力啊！真是遇到这种人，一点道理不讲的。上次没让我看到你啊！